做了一件之前就很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。我们搬来这边之后，把旧的家具也搬来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们买了一张非常烂的桌子。有多烂呢？让大家看一下，这桌子之摇啊！不是你小宝，小宝不是让我摇左右。这个桌子非常的不稳，它的那个螺纹已经渐渐的磨掉了。应该说刚买了第一天它就非常的摇了，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想说将就，想不到它非常的严重，越来越严重。那我们想一下什么样子，那我们家小胖宝它非常的活泼，它动不动就爬到桌子上，所以其实我们担心如果这样下去它有一天倒下来，那可能会变很严重的伤害，所以我们就痛定思痛，决定买一张稳一点的。那刚刚去跟那个家具行大哥稍微聊了一下，大哥的名字很有趣，刘德华，很好记吧？永远记得他了。我们跟刘德华买了一张桌子 ，Andy 啦。那我们就等桌子来吧。我是宝爸，有没有自我介绍？我是宝爸。我是刘德华。哦，对不起，来喽。李佳。家，老兵。对呀。爷爷，新桌子来了，看一下吧。喜欢吗？比较大哎，整个长宽都大。叔叔爸爸，爸爸。哈这就是新桌子啦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新的桌子来开开箱跟介绍东西啦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欢迎不要这个你要介绍这个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欢迎订阅分享。你怎么要介绍这个？你要介绍这个，这个拍过了啊。我要这么要介绍这个，你介绍这个。好，给你介绍，好，拜拜。你介绍，小花花，你来。